四超玩2019年起，每年都会举行 YouTube 界的全明星运动大会，影片一上线就吸引大票粉丝抢看，话题度超高。其中图文作家洋葱首度参加就表现亮眼，实力令人惊艳。不过就眼尖的网友发现，向来不露脸的洋葱真面目竟然曝光了，疑似是制作单位后制疏失。在荧幕众人听着工作人员讲解规则的画面里，约有2秒时间，忘了帮他上图片遮住脸部，清晰正脸直接曝光，立刻被网友截图疯传。如今洋葱真面目意外被揭露，网友一面倒好评，真的好帅，晕了，直接惊呆，本人其实很好看呢，掀起热烈讨论。